你在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怎么这样子啊？不好意思，很危险哎。那这个忘记还你。 说过，幸福不是一个人努力就可以得到的东西，而是此时此刻，对吧？给我一年的时间，我会帮你得到你想要的幸福。相信我，小姐，你是要搭车还是要下车？ 一年，就一年。